警方喺星期二晚上9点左右接获一名女子报案，指佢嘅疑似反锁喺南田平田村平信楼一个单位内。救援人员到场破门入屋，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喺上址，厨房有两盆已经烧过嘅炭，屋内两人当场证实死亡。据悉，两名死者同样都系34岁，男死者姓林，任职运输工人，女死者姓陈，佢哋两个系情侣关系。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，内容提及因为财困而萌生死念，案件暂时列作自杀，交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。我们在星期三追访事件，邻居江先生就透露，两名死者斯斯文文，但是平日见面不会打招呼，而肇事的单位外墙又怀疑曾经被喷写追责的痕迹，现时已经被抹去字体。